煎火腿，火腿我是要圆的，圆的。你们是两个人哦？对，切片对不对？多大片啊？这样子。你不要切到片。这样子吧。我最喜欢的一餐可能就是早餐了，然后我很喜欢在早餐的时候做早饭给大家吃，给家人吃，给朋友吃。培根蛋饼，你要吃培根蛋饼。不要这样。你要不要吃蛋饼啊？等一下，就是肉松跟尾。别生气嘛，别生气好不好？然后我很喜欢在早餐的时候做早饭给大家吃，做早饭给大家吃。你要不要吃蛋饼啊？等一下，就是肉松跟尾。别生气嘛，别生气好不好？我们冷静。cheese 蛋饼，我们做什么，他们吃什么，知道吗 ？cheese 蛋饼，真点头了。这边 cheese 蛋饼一个，来。哎，你洋葱会不会太多？没可能，太多哈。哎，谁要洋葱啊？我有多切。你们有人要洋葱吗？好，我放这好不好？你人怎么那么狠呢？天啊，切太多了。你就是专程为了你眼前的这个人做一份早餐，帮对方服务的感觉，我喜欢这样子。还有什么？番茄，番茄你可以切片放就好。切片就好。洗过了。洗过了吗？没有吧。对啊。你培根好几片？两片。order两片。好，两片。你说什么什么蔬菜蛋饼？万一有人想吃蔬菜蛋饼怎么办？没有。哪来的蔬菜啊？那边有蔬菜，最左边。肉松尾鱼蛋饼。然后你想做尾鱼是不是？可以啊，尾鱼肉再加在蛋里面，然后加一点那个黑胡椒。是没有，它是铺上去的呢。哦，它是铺上去的。对呀，不要乱教我。啊，对不起。就已经很紧张了，要乱教我。你尾鱼要多吗？这样可以。怎么知道它熟不熟啊？焦焦的就可以，对不对？咱们先走吧。好的。你是直接这样子啊，然后再把那个铺上去、啊。等一下，我现在干嘛？你是直接这样煎，但是我蛋要那个啊，那个蛋一颗，为什么两个人就要两颗，不是吗？那我要分别，我要先分别那个是不是？啊，没有人在拍是好 ，OK。蒜青皮，会这样子？不知道，试试看吧。反正你不会，我不会。哦。